厨房里，婆婆妈妈忙着洗洗切切，还准备了精致的餐盒分装食物。大家忙的是笨珍首次慈善素宴，是帮素宴，是做慈善，很开心，有意义。做义工啊，时间又容易过，又一般师兄师姐们，这样很开心哦。稍微排一下，好，这样这样。一接到这个乡机组协调，我都一直在想如何把这个素宴做得更好。大家做得很华喜，那我也更华喜了。精致的餐盒完成后，由民众认购，收入捐作慈善基金。此外，志工也准备节目与民众联谊，《贵阳图》唱出子女对父母的感谢之恩。歌曲很好，帮助到我们每个人的孝心，鼓励孩子，鼓励全部的朋友可以到来这边。活动结束前，志工也带领民众祈祷，一盏盏心灯化作一份份虔诚祝福，祈求天下无灾。大爱新闻，真善美志工，马来西亚报道。